台中县西子会伫咧元旦嘛，就是1809年的头一天举办关怀活动，吸引不少的民众参加，呼吁大家做伙加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行列。关怀活动现场闹得滚滚，唔呐排队等关怀领条热热等，另外也布置敢那晚游会同款，有蚵仔煎蛋、鸡卵糕、熬鸡鬼啊等单位，各有拍鼓演出。关怀车顶座位客满，民众拢甲手舞摇起来，热心关怀。新春元旦第一天，台中县西子会主动响应，伫咧鹿港镇公所头前广场举办关怀活动。我们大张心在元旦开春2020年第一天，我们希望办这个大的捐血活动，希望大家能够用你的热血来温暖我们的天空虽然今天很冷。当然最重要在各个社团福星慈善会、志诚慈善会还有湖南社区以及各厂商的赞助之下我们活动非常盛大，我们当然希望能够达到捐血400袋以上能够在元旦这个期间休假期间能够让血库充裕当然感谢捐血站大力支持，派了2台车尤其在今天元旦的第一天，我们可以看到人非常多非常感谢大家热烈的支持，也能够让台湾的公益活动越来越蓬勃发展。今天是元旦的第一天，然后我们鹿港镇恰好捐血活动，我觉得第一天呢就是做一下公益，捐一下血，救一下更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台中县西子会做爱心办公益活动走第一，邀请民众做回来做公益，透过关怀来为社会尽一份心。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彩虹报道。